Oh, huh.小孩甲状腺的很多，完了，谁的书再这么揉一揉，怎么样了？这个也有点疼，是吧？嗯，原来是两个脚都肿，然后修了两个，一个就感觉轻一点，没这个没那个肿，当然有时候也疼，一辈子都疼。但是你不能拖的时间太久了。你拖这么长时间，啊，肯定是不行。这个最少也得一个月修一次。你这等于是一年修了一会儿了，是不是？快。停下这样。啊，每天都上班。对，天天上班，没休过，十月一天都没休。我操！你在哪儿上班？这是。艾迪精密。啊？艾迪。干啥的？干那个破碎锤。液压破碎锤，嗯，还有那个马达，